没有人出局，轮到第二棒的冯建廷。今天冯建廷的先上次的打击是有一支安打，又做了一个偷点，这个球点的蛮不错的，投手接到之后传一垒偏掉了 ，safe。哇，突如其来，六分落后一二垒有人，这个摆明的就不是想要牺牲自己。那黄金龙虽然处理的也蛮快的，但这个球往一垒传是稍微偏了一些，也使得冯建廷也上到了一垒。哇，这时候简总教练吹球把球。哇，点的位置点得太漂亮，这一套捕手、投手、三垒都拍出力了。这个球啊，只能期待他会不会滚出去了，结果还是不会滚出去。刚才看吴思贤总监的那个表情，好像有点冯建廷，你这小子今天专门抢镜头哦！第一个失误也是你，第一支安打也是你，第一个偷点成功也是你。